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小空间里面的一个这个，我们直接这样来就好。嗯，你有个笔尖没有关系，好。但是呢，因为它这个呢，一二三第四画，这个笔画是全字的一个骨干支架，甚至于可以说是灵魂。这个那不好，这个枝就叉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从头到尾都非常引人注意。那你这个头，你会注意到它的所有的枝，不管粗细，它都就算是细的，它也是有一点这样的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哦，那这个地方你把它削掉了，你变成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看起来很像是没有齐头。哦，你可能有，但是你的齐头就很小，而且你从下面，没有，所有的齐笔都是这样以后这样。好，我们写一个字，再写一个看。这个要。